阿里巴巴关联公司蚂蚁集团旗下消费信贷品牌花呗称，近日启动品牌隔离工作，花呗会成为蚂蚁消费金融的专属信贷品牌，专注于中小额消费需求，由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额出资的消费信贷，将更新为信用购类型的服务。花呗在微博发出公告，表示信用购服务的授信额度由该金融机构独立审核确定。品牌隔离过程中，在免息期、查账、海款等核心体验上，信用购类服务和花呗将保持一致。本月初，蚂蚁集团另一小额信贷品牌借呗表示，正在逐步推进品牌隔离工作，包括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在内的多家持牌金融机构将共同为用户提供更便捷、优质的小额消费信贷服务。今年6月，中国监管部门批准蚂蚁消费金融公司开业，并要求在6个月内将花呗、借呗整改成蚂蚁消费金融的专属消费信贷产品。其他金融机构借助蚂蚁集团提供的数据讯息所发放的消费信贷，不再标挂花呗、借呗名称。